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今天呢带大家过来看陆俊贤轩一个高层的 I 单位。这个是开放式的一个单位，477尺，我们入去看看。一入门呢有个长长的玄关位。玄关隔离都可以用得晒的，因为这边呢可以做个定定的鞋柜。如果呢你需要柜多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做一排过来。但是业主呢这边呢就做了一个梳妆台的。再入嚟咧，就客厅噶啦。咁床就摆呢个位置，一个双人床完全冇问题。同埋咧，隔篱咧呢度有窗嘅。咁呢边啊入嚟咧系厨房噶啦，咁业主咧做咗一个趟门。厨房和厅隔开了，因为厨房呢时时风时时静静，摆晒嗰啲家电啦，都好阔落嘅。呢边呢就是厕所，我哋睇睇出边嘅风景。呢边呢系蒙翻银河。同埋 Win 私人嘅，都望到少少马场，景观好靓。咁样嘅开放式咧，咁就适合单身啦，或者系两夫妻冇小朋友嘅家庭。如果你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，揾翻我啊，我系 Lily， 谢谢。中意影片嘅朋友，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。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